来玩这款游戏《永恒恐惧三》。嗯，为什么买这一款呢？因为241块，全部都是妹子，所以我才买的。OK， 都是妹子的动作游戏啊。我们第一位角色，脸部也可以选择啊，红色。哎，这样子我看不到你正面。来一个绿色好了，啊，这个颜色好了，就是这边就随便了。服装没办法改变了，服装没办法改变，应该是没什么差吧？后面应该是有什么其他装备，还是什么套装之类的。跳过这边。操作不知道是要用手把还是，好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右键是挡，挡的话好像会扣下方的红色毒条，还可以拉近。正面怎么样？正面还可以啦，稍微远一点好了。所以这是跳冲刺嘞，哦，冲刺这样，很基本的操作界面啊。这怎么一个妹子倒在那里？阿黑眼啊，没有，他没有吐舌头，没有吐舌头，不答应。哦，我有弓箭嘞。这边女生穿起来布料是比较少的啊 ，nice 啊，这200多块。不亏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也不是玩很久啊，每一款我买下来也玩不了多久嘛。我是翻滚，从哥的面翻滚了，还会暴击。哇，哈哈，灰灰 ，Hello， 该是近战的时候了。往前的话是翻滚，没动的话是防御。什么什么技能啊？哦，这砍出来流伤度可以的。没有你。画。那么软绵绵的哎，1到8有技能。一是这个技能的，靠背啊，右方就有操作的提示了，我刚刚都没看到。那我现在干嘛？还有2只食人魔，在哪里啊？哎，这里有一个女生，倒在这里了。还有2只食人魔，找到了。可以暴击吗？不要回去哦，只要一只。那来啊！好 ，boss 来了。boss 的话用射击吗？不要，我们刚刚落伍，先打看看。好，有挡到了啊、不愧是 boss， 那么好砍。对于一个菜鸟来说不错啦，不过始终还是一个菜鸟。我们应该宰了他吗？我们要把他带回我们的营地，把他绑起来，把他绑牢的。大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剧情，我记得他不是成人的。衣不遮体的可悲人类，
他们制作衣物的材料一定怪见你了，才会如此绝望。你瞧啥？这肉块该是令人恼火了，忘了他的眼睛。是啊。哎呀，新的妹子海瑟，四大妹子，女 F 四。他们大家都是穿一模一样的，铠甲都一模一样。这边可以存档，先存一下吧。就是可以多一个职业，就是补足你主要职业不足的部分。他被绑住了，海蒂。我该怎么做？我们该拿这块肉怎么办？对于哥布人来讲，它是食物而已，不是接种的对象。试一下投降干嘛的？就变这样子。下个地方，喂，这个地带感觉起来有戏哦。哎呦！傻怪，纯粹是兴趣而已，升等啊。斧头剑，我没有其他装备了吗？增加物理攻击力，哇，这是什么？韧性伤害，还有三个技能呢。结果我把点到增加物理攻击了，
其实可以来这里练等级的说。走。哎呦，天色变暗了、哦。哎，这怎么被一个被谁绑住了？他绑住的脸都一定要长这样才行啊！那你还要？就把这里打掉了，哇，各式各样的，啊，这些东西一个一个捡好麻烦。他们是五等的，你说如果敌人太强，可以到附近先练一下等级。哎，那我要怎么解救他们呢？是要把胳膊脸全部打掉吗？走！惊叹号指向哪里？直接进去了，我想说要救他们了，太无情了吧，就这样直接进来了，太过分了。BOSS 肉盾可以帮我们攻打他们的营地啊，他们在造肉盾呢、啊。生卷的话就方便了，对不对？斧头数字很高哎，全属性是指我的技能攻击的，带属性的话会降低。休息吧。第二天早上，
现在我有六个技能了。又要再出去了，啊，这他把我打造的这些我都有了啊，欸，还有法杖，欸，还有法师的职业啊。上新森林，怎么又是这个结果啊？狗头人，现在换成狗头人了。哦，招！等一下，谁在？喝下水，喝下水。不要！我挂了会怎么样？啊，这铁的。好吧，那整体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就先玩到这里吧。其实做的是相当不错，而且打不过的话就跟以前的 RPG 一样，就在地图练等级就行了，相当简单，容易上手。本次影片就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